扎人风可以啊，那要走走回去了。OK， 好 ，OK， 我掉过去 ，OK，OK，OK， 有点远 ，OK。谁买的、啊？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换我了。回部，先买烟斗，我买，然后草买掉。嗯，对耶，忘了买草，已经被我买光了。对，我刚买了一个。十九轮后失效，所以我们现在先过去，还是先打怪？就把那个打掉啊！好，火把，那种才能不敏捷的。这个商店没什么好东西，走吧。想要才能不敏捷的道具。夜市开了，我想绕过去夜市那里。对啊，夜市开了，夜市开啦，逛夜市啦，逛夜市啦。对，四格没把打通，我觉得有点不舒服。那市长过去了、哦，好哦，市长去把它踩开，踩开又怎样嘛？没，就是未探索啊，这边是未探索啊。对，就有可能里面有藏东西啦。哦，那一个有可能藏啊，差一个哇，我应该有在位置吧？你没有、啊、你哇哇，烟斗买，哦还有什么？我先尿尿。好。好我要买帽子吗、嗯？还是等打怪就会有啊？看你喽。算了，存钱，那就走吧。你不跟我一起逛夜市吗？对呀、啊，你会逼我吃桂圆，我不要。桂圆不会啦，我像那种人吗？难说哦。我走哦。我有远程啊，环境没到。环境没有。应该打得赢。我要直接打吗？我不知道。你要可以，我也可以。走。好。弄死他。看我怎么背着我偷偷来弄不死他、啊、早讲我就现在才去尿尿嘛弄死他哇好猛哦、喔、啊哈新电子哈哈我要去夜市逛街好题目借出来念啊所以我继续上去踩吗、嗯、我想题目的嘿我啊我继续踩还是往那边走嗯其实你就往上走一个然后就走下来吧因为等一下打蜜蜂的话应该、啊、都在附近我走等一下我往前走那一个上面也会探开吗会啊它周围会探开好东西没好的一天没有好的一天不美好的一天哎、欸，你们太夸张了！不会啊，你前面就遇到人了。有，你遇到一个，干嘛躲？烂透了。光也下一个，下雨喽。会怎样吗？有时候移动格会少一个。对，移动会少一个。哦，是不是踩到泥巴还是什么这样？就是上面会有一个天气符号，你就少了一个判定，直接算叉叉。嗯，这个不错哎、欸，这个不错哎、欸哦，看一下，你先看一下，哦，你见啦、啊、，what the， 75块，你哪有这个钱呐、啊？好想买啊、哦！环境点 shoot 点那个，我要看玻璃锤，我玩具锤，玩具锤，巨响什么？忽略魔抗，晕眩，最大伤害7，怎么看的、啊、？shoot， 哦
哦，一样去不疼，好。哦。好想买啊，玻璃剑呢、欸？买啊！可是我没有钱，我来看我什么东西可以卖。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哎、欸，幸运币，帮我买。啊，幸运币38块。啊，你也没钱。卖东西呀、啊！我要卖东西才有钱。把稿子卖掉了。这个嘉年华门票，可恶！幸运币是什么、啊？大家加钱，加钱哦！我继续当加钱的，还是你要买其他的？玻璃剑又不是卖也买不起啊！对啊，感谢帕克去订。我们好穷哦，这场。好吧，那就买幸运币吧。赚钱喽！赚钱喽！洗钱喽！别问商店更新。不要相信玻璃制品，真的。才能，我是才四吧？才能是我的。那你要往上走哎、欸，好远啊！被看守的宝箱，太远了吧？等你过来吧。你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步才到那边，被打杀人风绕上去这样。我好歹要三轮才走到、欸、哇，好远哦！走下来吧。我打完扎人分就过去了。好啊，可是他应该不会消失吧？会。哇！不知道他维持，不知道他维持多久。哇，你们要玩就自己玩看看吧。没有，他是续订，阿克是续订。来，我到了。干啊！还干啊！给雨停了，雨停了，五步走，冲啊！没好，你要再往前走一步，你要再往前走一步，好的一天。这保佑哇哇，那没干吧？哇，能先差一步，能先差一步，找到吃菜死。哇，洪水快来嘞！对啊，洪水是哪个任务的、啊？就是右边那一群的。哎、欸，我们是没有选啊。啊，选什么？是消洪水的，还是就是水神殿啦？水神殿，嗯、哦。他的洪水现在原本是呆二嘛，他现在被改成洪水，我们洪水只要三格，我们就直接输了。对。哦，他是这样设计的。有。扁他，扁90%，一只，哎、欸，三只，应该是任务的关系吧？哦，有可能。错，哦，再错，哎、欸，他们先啊、哦，可恶，他们先，哎呦，哎呦。哎呦，换你中毒了吧？中毒了啦！补一下，刚刚你没中毒嘛？对不对？对啊，平均衡一下。不要啦！均衡、啊，均衡营养啊！不均衡，不营养啦！啊，你忘了把那个15趴给我？一个月会？我现在给你，好像没有。先不要给，好吧？30块，刚刚应该先给。我敲死你！全力都扣了、欸，30块。寿喜，34，一个人11块。然后往回走。等一下，你不要这么快！你等下就换你了，等下就换你了。你等下走上来，你要换，你要上来发起，你还是要渡过我们。好，阿婷，阿婷，给你，要不要再耗一个才能啊？你才走到那边，等一下，才是啊，对不起，我还在专注点数啊，不对，我在这哪里？等一下，幸运币给你，猫咪有了，好穿上。那这个变的护身符谁没有护身符？我好像我吧，护身符我有我没有戒指，应该说。
就是倒数第二个啦。倒数第二个我没有。点一组、啊、你没有给你。不是给我、啊。给错人吗？他是给我啊。哦。可是我没有冰冻伤害，算了，先穿着。没关系啊，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加减穿着。对啊。哎、欸。哦。加油。加油加油！哦差点战斗，要求曼尼曼尼哦，有钱四八加哦，永久护甲加一耶，咸的糖果哎，护甲我吃吗？吃啊，你最低耶！哦哦，金币加钱加钱哦，是什么？避免东西烧掉的，融掉的，谁要？可是我有金币征服，不行换哦，那等下给我们吧，嗯。哦，刚是60块，一个人20块。哦哦，来过来领钱了，来啊！你要去夜市吗？啊，没了，啊、夜市没了，夜市关了，夜市关了。哇，没有夜市了，玻璃剑没了，没关系啦，没关系。真的要买玻璃剑啊？真想买玻璃剑啊？其实我的武器也是玻璃武器啊。好、哦，会断的都是玻璃武器啊，都会断。那就是那个地方。你是撞我？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在原地跑步啊？为什么？你要去哪里啊？我跑了，我跑了。我现在要去哪里？嗯，我现在要去哪里？上面那个港口，港口的位置。港口。嗯。哎呦，会卡。怎么港口在这么上面啊？对啊。其实下面也有一个，下面也有一个，下面都有一个。嗯。那帮我们去木叶镇这里最早了。指一下，右边，木印镇右边。好，其实距离应该差不多吧，上面比较近嘛。可是我们要绕下来啊，上面的海上，上面是地图边界。哦，是啦。好啊。脚腰，就是这样子吗？打架？对啊，先走到前面吧。啊，忘了发钱，你们自己来过。会计，我要来领钱了。还钱。会计还我钱！我来了。李大哥，我还没到哎、欸欸。没关系，你过来我再给你。先发给我。没戴帽子的20块 ，OK。没戴帽子的20块，我有戴。嗨，成功。刚来的安安喽、哦，安安，啊，忘记移动位置，等一下，这个东西要放在角落。哎，等一下、啊，水优，真正，这才对，哦，这六滴，等我一下，好，一下了，时间到，我要看到武器爆掉了。哈哈哈哈哎呦，我来拉剩多少？剩6滴。好，拉剩6滴。六滴。啊！5块钱。生命。着急。变6块钱啊，变7块钱哈，一个人发2块。两块。两块也是钱。好，一发加12%，降低加15%，加5%，哦，30%了。嗯，32%，哦。2、3、4。哎，我们船券在谁身上啊？在我这。哎，没有，共通的。共通的吗？嗯，应该吧。我看一下我身上有没有？欸、没有哎、欸。哦，那我真的记错了。我这里没有，不知道我这。对，在我身上，在我身上。好，那我就问了，就不走进去了，在这里等。哎、欸，旁边的石柱是干嘛的、啊？哪里有石柱？从木岩镇右边。测眼睛的。对啊。测眼睛的。测眼睛。我市长。市长眼睛不好。市长，可是这是要交给你啊。可是我、啊、我这样还要耗那个吗？专注点数吗？你就慢慢走过去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直接把你拉上船。不是，嗯，是，不是，怎样？啊，嗯，啊，对，嗨，好，
下一回合再去点啊。对啊，那你等我吧。我还要再造船。是，造船啊，这只有三滴血的船啊。这走超慢的这个船。他也是卖这个船呢、欸。他里面没有卖其他船啊？哎、欸，渔船90块啊，对啊，他没有卖其他船。渔船就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啦。啊，是啊，哦。我们现在是木筏、啊。哦，对。要不要干脆买90块的船啊？给你钱怎么给？点一下自己的钱。哎。然后就上面就会显示该给谁。嗯哼。嗯哼。给你。买船，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木筏。好，我不要黄木筏，我要坐船。好，拿去，拿去赌掉，拿去赌博，再买一个木筏。哦，买两个木筏，全员上船。啊？你搞我？啊、哦，你要报价的呢？哎、欸，没有、嗯，我怎么会搞了呢？啊，洪水来了。洪水逼近，没关系，洪水不会有其他问题。嗯，三个就有问题了。妈妈，你怎么那么多啊？妈妈，感谢培根的手环。啊，现在我要干嘛？我休息。感谢小恩的抖内洗屏，唯一的洗屏，合法洗屏，就是合法洗屏。对对，感谢培根。噔噔噔噔，哦，24。哎哎哎，这等差哎哎，你、欸、们看一下，现在还有一等呢，还有一等呢，快点等啊！好，那再往哪走？往下面吧，看第一个在哪裡。看一下第一个在哪里？第一个在下面。第一个在下面，正下面。对，这层店。正下方。哟、哎，什么？好可爱哦、喔！小地层，好可爱啊、喔！那嘴巴。你遇到了六等呢、欸？六等，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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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死会死，要被吃掉哦。他牙齿好漂亮哦，一定都有在刷牙。哎、欸，旁边有东西哎、欸，力量的，力量的，就是不行不行不玩，哇沉掉了，哇我玩下去，万一等一下万一出了什么事不行，宁愿不玩，起来变海怪一只，这里有这个防海怪的，嗯，反正有遇过海怪吗？有啊，哦，我走不到，我只能这样子。好，下一个又换人了。对啊，因为杰克有点事情。嗯，走进去吗？对，打架喽！哦，是怎么了？哇，这个要拆掉。拆掉，或者是哎、欸，你拆掉，你应该哦，98哦，可以，对对，拆。我们上次三个人玩，没有人那个意识特别高，拆那个拆不过，大家都用跑的跑过去，每个人是过去嘛，一直失败还怕哦，一失败就被揍一下，哎呀，啊，抱歉，我还没准备，哎呦。谁香？你们有没有一直听到猴子的叫声啊？有啊，没有？我没有。猴子叫叽叽的叫声呢、欸。刚刚水之城那旁边也是一只猴子，没错了。他叫声传进来。错。我又听到猴子叫声啊！你是出 bug 了？我不知道。我又听到他的叫声了啦！好可怕哦！你要把蓝色欧斯打掉好不好？那可能这关先打完吧。我跳，哦、好烦躁。我们在那边打副本，外面一只猴子在那边大喊：“哇！有人在打副本呢！”哇！真的？有，我开始听到了。我没听到哎、欸，我一直没听到。你一直没听到吗？我是叫 “k k”。啊！猴子叫声三日不绝于耳，好可怕啊、哦！又来了啦，而且叫越多了。
你刀子帮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几率比较低，他很常会失败，很常会帮他加一次。啊啊、你不帮他加，等下武器爆掉。等下就换他，等下就换学猴子叫了。不要！不要！真的好，他都叫声好吸引人专注。哎、欸，你二等了，吸引注意力。对啊。二级24再加个8块32哦，好多哦，好多钱啊，10块，我决定四舍五入，也不是四舍五入啊、多两块我自己看走，可以手续费，好，嗯，手续费，哦，这地好像是第一次看过哎，哎呀，好吵哦，好吵哦，那个啊，拍谁你不吵你不吵啊，明明是我先讲的，很咬你啊，谁吵了？你才吵。哪一招啊？谁先死比较好？嗯，旁边的那个骷髅吧。好。对啊。好，我应该可以吧？吧。哦，搞乱了之一。哇，没关系，他也是死了。哇，你的武器真的好好痛哦。死鸟，臭鸟。臭鸟。我先打哪一只啊？鸟好了。鸟啊。都可很好。打他的鸟。打他的鸟！哦，完了！还有下雨了！哎、欸，我闪，死了！哦，免疫没有，我死了！哦，这也太痛了吧！13滴！啊，死了会怎样吗？就是免疫都不见了啊！我胆胆，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免疫，好像有点死了。好，敲死他！敲敲敲死他！敲敲敲！哇哇哇！哇哇哇！你是不是要给哈记钱啊？你们好像哪里怪怪的哦？没有，我成功一格啊！你有没有看到？啊，对。猴子的本尊是海鸥吗？不是吧？智力22、21块钱，智力好像没有人特别要需要，卖掉，收起来，我之后可以转行。一二三，哇，还那么多层哦！过来韩市长这边的回合，激动到闪退了，太夸张了！哇，这么激动，好多层哦！你要打哪一只呢？第二肯定要吃个草了。好，炸鸡现在才爆四滴。好，那炸鸡翅就交给他去吃了。如果全满可以啦。哇哇哇！是吧？哇，划算划算。都帮他吹了弹。吹什么？吹什么？吹乐器。哎哎哎！哇，赞赞赞！对，看他记，看他记啦！你防御比较高，你挡一下嘛。你63呢、欸？我33而已，34。63？我哪里63？防御人头啊！你看人头旁边是有一个护甲6、护甲3。嗯，我就在三跟4、啊。想说我63那么高？6跟3。我敲。我会吃醋哦，有人吃醋咯，吃醋咯。传送我不会用这个，取决于智力耶。对啊，我的脑袋还行，我的脑袋不行，我的脑袋萎缩了。越来越我47，哎呦，好帅哦！他有头发哎，烧瓜，烧他，收瓜，收瓜，哦，加农花名票，加智力的，智力的，智力鞋好像没有人有，哎，我可以拿给我转行用，好，好像真的没帮环境谈过哎，
对啊，从来没有哎、欸。感谢熊猫的加油。我刚给钱吗？没关系。好像就只能我撞了啊、哦。对你力量高。我撞。吼吼！厉害呀、啊！来，哦，又是撞门。哎、欸，这是直接。哎、欸，那我们就直接打 boss 吗？哎、欸，不对啊，是直接那个哎、欸，撞门完就是 boss 啊。还有 boss 吗？最后一个不是那个吗？我们要是在火把那一个。哦哦哦哦，对，火把那一个。欸、我撞，我撞，还是我有开锁器哎、欸。我撞，我有经验吗？好吧，我待命哦。好。有撞有经验，然后我也想撞了。哎、欸，你是？你不要撞破头哦。不是撞，大家都有经验吗？我撞有加势啊。哦，先加势啊，对，撞的人才有。啊、哦，哎呦，这是抖动的那个小兵啊。对，他手在抖，哦、他好抖，他好抖，右边那个手，右边那个抖脚，有没有抖脚？哇，你们看这边，哇，好厉害哦！哎、欸，干嘛？他让你撕，为你撕，超像在制造门的那个。血丝，不要再湿了。他好抖、哦、啊！哎呦！哦，干嘛干嘛？我只说你抖而已，你干嘛？他走路好可爱。不要啦！你说谁可爱啦？我说右边的啦。我敲，啊，敲不死。哎呦，两颗，我应该。没事，我不要讲话。好，是啊。哇，这世界都在转、欸哦，全世界都在变。感谢狡猾，你的爱还在不在？哦，我敲，我敲死他。你敲可爱，哇！想敲谁啊？哦耶！ Oh, yeah. 你怎么会帮他弹？手太湿了，我手累了，武器断了、啊。你又变一拳超人了吗？我看有没有其他武器。干嘛？庇护。抵挡下一次攻击是哇！他有一次免伤啦，不管伤害多少都免疫。那随便打了。把那把枪丢给你才对。One punch, one punch。哎，我没有其他武器啊。你没有啊？好吧，那找 one punch 喽。One punch, one punch。哇！被打到水里面去。好开心哦。为什么啦？哇，十六滴哦，他打一次是十六滴哦。赶快吃！哦，你终于帮我吹，帮你弹了，帮你弹了，有了有了。One punch！ 哎、欸，没晕到。卖啦卖啦卖啦！这这痛啊！哎、欸，很湿哎、欸。One punch 有了，六滴。One punch 有五滴，抵抗啊啊！没有打到。啊，我魔盾，他有魔盾。不要用我啦！哎、欸，没有没有，他开盾，他开盾。那我怎么办呢？跳舞。打他一下。冲过去，水巴掌。好，我来吹屁。打他下盘。不是啦，不是我叫你，不是我叫他水巴掌的啦，没有啦，不是啊呜啊呜，你也挡挡了，他让你踢他一下，踢他一下，踢他一下，对啊，踢他一下，你脚抬高一点应该踢得到，嗨，踢到了，哇，果然暴击，果然踢一下有用，有用，呀，来我来弯胖了哦，
完胖有了，剩六滴交给你了，打他一下就对了。我伤害比我很高哎、欸，我就说我是完胖嘛，我的那个弹下去才八滴，你拳头下去也是八滴、欸。我就说我是完胖嘛，可以啦。14、14、18，加力量。哦，哎、欸，更多力量，这更强哎、欸。这张比我现在穿的更好。穿啊！哦，卖掉。我的是加才能不行。卖掉啦，不是吗？卖掉啊，那你先留着，你卖吧。先收着啊。才能运气。哦，我的。偷窃。免疫偷窃。哇，把钱包挂上一个锁这样子啊？那可以锁上你的武器吗？我答。哇。哎呦，才能我的加金币我的，哦，队伍冷静，恢复专注，哦，一等的吧，哦，那时候是三等的，治愈恢复，然后可以让对方潮湿，哇，哦，你这队伍冷静是一等的，应该是恢复一，然后我之前那个三等，啊，就给你们拿，好，忘记刚说28、9、9。一拳传说可以了，你看我用一拳输出还不错啊。你等下给他枪吧，我把枪给你。枪不要枪啦，那只有、欸、可是你现在没武器啊。难道你要打那个吗？你要弹琴吗？我其实弹琴也是可以耶。哎、欸，对耶，他可以转职。我是什么职业都可以的。好，都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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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慢慢玩啊。好。这才能我来试，好，87%，哈，87，哇，你加六经验啊，欸、可以，我还等差还蛮多的，给你们等差，差超多的，对啊，三等的回复三专注，一等的应该是回复专注，猜的啦，嗯，这个副本的专注不值钱，我们需要更大的船。洪水退了，然后我们好像有一个灾厄吗？时间走，就那是猴子啊！还是我打啦？确定吗？是的呢。好像我们远离他就好了，好不好？那现在往那边帮我指一下。哎、欸，你是不是有嘉年华的票？要去玩嘉年华？我带你过去。好啊。全员上船。哦，可救人。死人，好哟！传送卷轴，药草闪避。我太叫了，太叫了，太叫了！我都没听到。啊，然后按哪个？我记得按了。哦，右上对不对？我记得。右上角。嗯。领取完吧。啊！获得物品。鬼屋、镜子屋，下一关哪一个、啊？如果是你们，想哪一个？死亡，死亡，这些都不能专注哦。嗯，你不是有经验的吗？几率多少就是多少了吧？就随便你啊，你喜欢什么？不是你自己决定吗？对啊，可是刚有一个不错啊，选项比较少，不错啊。你说奇幻物还是钱宝箱？这个啊，这个还不错啊，镜子屋还不错啊，好不？嗨，宝箱，钱钱跟刚刚哦，这比较好哎、欸，48加十六，哦，脑袋的，有转职了，我要转职了哦，我要转职了哦，哎、欸，你要转回来了哦，可是这才能是我的。才能，在哪里看才能？就看他的那图案，中间点线属性三个那个武器下面的那个图案。忽略护甲，他破甲。武器下面的图案哦，他就他那个大武器图案大图片啊，图片下面下面哦，有三个那个菱形嘛，那是他的看他看什么属性的。你是87耶？那这个我，可是你武器拿了没差吧？金币至尊符就少14。对啊，对啊。你还是给雨月吧，他至少